Eso. Wow.还有杀死人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我他妈看现在看着这个马库斯习惯性想到打靶，还没打靶呢？大爷的！我还以为是自己人呢，我操！妈的，那个门主，我操！我还以为是自己人呢。 可是我现在不用马库斯了。不过他那个人他是在的是，这野狼血好像自己人也没名吧？啊，不知道。火箭到。有方炸弹。有在这儿。 一人无力进行了。一人护理还是魔方护理？一人护理，一人护理。那你说啥呀？那不正常。哎呀，那现在敌人打不住我们家吗？什么区别？什么区别？我们家都是人。哎，从走廊出来一个，从中间那个走廊出来一个。 哎，搞得我也想在扩建了，你看这么玩儿。玩儿啊！你在跳雷，我们用扩建，扩建加跳雷，准死。太假了吧！对方只能。扩建的。你看你在跳雷，然后这边地方跳雷，他习惯性一蹲，一蹲之后，一蹲之后我又有扩建，从处都是死。 一蹲之后，我又有扩建，从处都是死。这野子一个破雷，上面叠一，也有扩建。双面炸，双面炸。双面炸，双面死。直升机射手准备就绪。我方直升机射手。干啥？炸！我他妈那个，我感觉。极小飞机的天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爆掉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 那从卡跑那楼上去了，谁说你哪儿这么有才？侦察卫星已准备完毕。我操，跟那个王大傻一样，被他打晕了。太有才了，这个人真包人。别搞！王大傻啊！ 我那他本来被我干的那么爽，他妈突然变成空中有我方炸弹小飞机。哦哦哦！贱人，都有点儿。我们要赢得这场战斗了。 急得很！我方军犬出动，我方迫击炮响雷，攻击，有方炸弹小飞机发出，漂亮！跳机，我跳，那就是说连续的20杀。 连续20杀，我操！谁放的核？都站在这儿。那个什么？核弹，核弹，核弹，核弹。没能苟住。有方炸弹小飞机放出。能来？我操！连核弹都要不能伤害的，25杀是吗？没了。
还要继续打下去，哇，家里有人，哎我操，这PS3。 哎，你这还行了，我靠！哎，你这还行。完了。哇！你这中华抢绝人杀了。你这个真杀还行，好歹还行。我操！哎，我很久没有见了这么准的RPG了。炸了你飞起来！你们都太皮了，皮的很。我操你！ 你看这个小贱贱，就他妈我养起来的。嗯，你看，操！原来就是你啊！给老给对面送连杀技。我操，那小贱贱，我操，每次他克我，我操，我在哪他在哪，我操。那你就别跟他杠。我没跟他杠，我打一枪就换个地方，我操。嗯。我又想了咱们临毕业那一把。 6个人，还有孙涵，我操，六挺打机枪，压的对面连出都出不来，完蛋了！啊操，太恐怖了。没错。我靠，为什么对面光在这个区域内烟雾烟雾？别砸我！差点把旁边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。 不是吧？我们输了，不能有第二次。不是吧？已经起飞了。我操，42个，今天杀了42个。你们搞城门，早不会这样。吉普车呢，一直没人玩，跑到城门去。消灭141特遣队，死亡后再重生点复活。我操！大连双星。 我操！别！我操！刚刚就让你们6人上回来。大把残球。有方炸弹小飞机放出。没子弹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为什么老被超级花了？这局这个超级特别了，疯狂被超了。
pozo así, ¿no?三成扩建组了，三扩建，三扩建警告。手里打是没起来，哎，你不是喜欢扩建吗？我怕我一插扩建就炸了。嘿嘿，旋转跳跃，闭着眼一颗扩建放上去。旋转扩建，跳跃旋转扩建。对对对，你没有听错。 扩建炸了！我刚，对对，我不想扩建炸了，我那不行。我操！不行，我那他妈得换力四了。老哥，你别瞎玩！你都不如放个扩建时代，啊不，放个跳雷时代。跳雷，扔扔人面前，他炸不了啊！ 啊！冲锋团队进化，两个榴弹，两个冲锋。消灭暗影军团，死亡后再冲。怎么第一次他不能同时爆？不是，为什么不能一个一个也爆？啊？那不能带俩吗？不是，我不能俩都扔那儿啊！我觉得。我感觉是，我操，怎么办？我把这人炸死了。 你他妈太皮了，我跟你说。那人真的，那个人真的是一坨黑，我操！真的，一坨黑了，黑到极致。这什么热成像？热成像 M4？ 啊，热成像 M4？ 对呀，打打空中有我方炸弹小飞机，你别用我这，二手盗版唱片，哎呀！ 楼上注意楼上，楼上已经被敌人抢了。我们夺得了领先地位。好了，那就抢回来。抢不了，抢不了。我清了一波了。哎哎，你们喜欢推门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这局我不练喷子了，哎，不玩喷子了。 下次我们再赢回来。
旋转跳跃喷，然后你就要配合他的动作了。哇塞，这个跳，看这个经典，怎么跟个吹风机似的？这怎么这么好土的跳，吹风机，好土的跳。